演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哎，好来了。那个声音我听着像从动物园传来的。啊，从哪边喊？哦啊，嘿，好，在这呢。哎，好嘞，啊，还要喊大黄呢。大黄啊，带着宠物来的，这都是。也没准是药材啊。真是的啊，哎呦，今天特别的开心啊，可不嘛，特别的兴奋啊。对，这个北展剧场啊，真的有这么多的人来看我们两个。对于我们来说魂牵梦绕的地方，真是的，这是我们相声演员一个算是终极的一个舞台了啊，就是一直在天花板上飘着。对，你看一般我师傅看专场啊什么都在北展剧场开，是现在我也走到了这个位置。也来过几回了啊，但是能站在这儿还得是感谢我的师傅。那是，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。对，没有人家的。你好好说，你很有可能就躺下了啊。没有问题，站在这儿来说，这谢谢我师父。对，这么些年对我的栽培，是是，对我的培养啊，所以说今天呢，就是告慰我师父的栽。什么？要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别瞎说。谁瞎说？你师父好好的呢。就是呢，对不对？就是。争取啊，你是说师父在天津怎么怎么样？哦，在天津。哎呀，天津。对，师父讲今天在天津啊，这个古曲社的。你擦什么汗呢你啊？我靠，这不擦汗待会儿下台得擦血去。没事儿，听不见。哦，是啊。哎呦，这句掐了别播。那咱哪句还能播呀？这是都是朋朋友友的，干嘛呀？朋朋友友，你瞧瞧。对了，今天来看谁来的呀？啊，看谁？我看郎鹤炎来的。你们喜欢他？不喜欢我？我也没有想到。告辞。哎，拉着我点。我拉你干嘛呀？大哥洪亮的声音，下去吧。我刚上来两分钟，大哥喊下去吧。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可能你是走错剧场了。这不是张鹤伦的相声专场？哪有这仨字儿？这仨字儿都没有。兄弟，你醒一醒吧。鹤鸣昆仑说的是谁？说的是贺坤，梁鹤坤，梁老师啊，这是我们。你住口！嗯。我不相信他们真的喜欢你。那怎么要测验一下啊？真的喜欢他吗？我不刚问好欢郎鹤炎，他现在在我手上，没有100万我就撕票。不能，他们喊撕吧。你们到底哪波的？这是你们到底哪头的？你管人家是哪头的呢？哪头？郎鹤子，郎鹤子。奶头是个方位。你们怎么那么污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原来刚才抖了一个包袱。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叙述，让你说成了包袱，是叙述出了事故。哦，就是语言的艺术。奶头的，咱俩一块儿一个头的。哎，没有头。往哪儿猫的你？哎呦，行了，喜欢谁无所谓。嗯，对不对？无所谓。是萝卜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。这老话了。对不对？有喜欢孙猴的，有喜欢八戒的。你这谁是八戒？都能理解啊，对不对？命里有时，吓我一跳啊！这是终须有，嗯嗯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哦，强扭的瓜不甜啊！不喜欢我也怕，你不喜欢你怎么着？拜拜，也怕，这也是个包袱。你们懂得文言吗？哎，还
还想再叫一遍？感慨都不让我是吗？啊，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好冷啊！你这是一个歌词儿吗？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你憔悴？哎，你是因为这个掉的头发吗？也不一定。谁让你唱了？这不是这情绪到这儿了？也是啊，这么多年来啊，人家郎老师积攒了一些自己的人缘。居攒是什么意思？你拿我当缸了是吗？居盆居碗居大缸，就是那个居然啊攒了这么多人缘，简称居攒。你妈呀，你看这是，就您这文化水平就不要解释了。说哥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你别年长我两岁，就跟我这是大呼小叫的。我不否认我年长你四岁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42。42岁了。对，42岁，就是我是32。对，咱们两个人。你先等等。您这数学跟化学老师学的？啊？我42年长你4岁。我多大？你38。30有8。嗯。我用你简称。这边的30有8，那边简称38。你要不翻这包袱，这边的听不见。我不能在这一个人偷着乐，他理个大牙，我就看着他了。两个那象齿虎，就是他，剑齿虎。象齿虎是什么鬼？没有这个动物。猛犸象，剑齿虎。你懂得多是吗？你懂得六。哎呦。挑衅了还是什么？我真怕你说出挑判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吃的盐不比你走的路少。我用不用琢磨琢磨这句？你没齁死呀？告诉我，这每天10000多步，你得吃多少盐？你这个，妈，我按粒儿来。是谁不能按斤要啊？这个，你看看他呢。在台上现在有点彰显自己了。不是彰显自己，我显得现在喜欢你的人多了是吗？大伙是心疼，用不着我的捧哏了吗？也行，真是我用你捧哏干嘛？我就这点词儿你还抢我的啊？怎么了兄弟？今天这是你的专场还是你的葬礼？这是就不用我在旁边再帮衬着你了，人大伙都捧我，再捧着你不用了是吗？谁你一个人说单口，你就得会饿死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个六啊，来一个。难道德玄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看大家都会，就会这么两句啊。再来一个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这都我当年我师傅玩臭了街的。哦，是小孩都会啊，他也就会这么两段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是龙争虎斗。谢谢大家。三段啊，再来一个，还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再会一个，来我听个，再来一个。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斯人不堪怜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结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会这么一段。天正下雨啊。你还会是吗？下一个还会。今天是你的定场诗专场吗？不是，大伙想听咱就。我能不会这个吗？那你来吧。不是最后才敲的吗？我愿意先拍。行，你愿意先拍。
你找着苍蝇了。手法招招郁闷，这你没说吧？是我没说，你接着来。就这头一句，你看，你从第四句开始说。公平正直挨饿，还真对啊！你少来这套，这个都会这个。定场诗没有几个不会的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。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。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贱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并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没拍呀、他自己老着了，你想想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涛。回首涛。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又飘柔。哎，你会吗？会吗？你这还少一句呀、少哪句？终是立门因退了社，从此名字不再贺。刚才你嘴里边是不是有个黄豆？我感觉屁迷路了，屁迷路了，从你那儿出来了。刚才已经堵到你的，堵到你那个什么呀？扩约机上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你的扩约机是在上边。我感觉我什么东西出来了？没有那个。哎，别刺激我了。谁刺激你？这点能耐没有，能站在这儿逗哏吗？刚才谁说要给我捧哏的来这儿？逗哏捧哏有能耐在这儿的。逗哏捧哏。你刚才又指错了吗？要不你站这儿？我不去那边。他来不了，他没有腿。我没有腿，你是轮椅。我没有腿，但是我韧带好。也不知道谁啊，在这医院里边好，怎么了？我那是愿意跟那个护士小姐姐聊聊天。妈呀，你这本事下太大了！你跟护士姐聊天就把自己韧带弄错了。本来我早就出院了。他们说再观察观察，我等了七天也没来。我说为什么没来？他们说是暗中观察。好不要脸呐！啊，你懂什么呀？哦，这叫体验生活呀！把自己韧带弄折了，说这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还痛风呢？行，你血糖还高呢，你还不长头发，你还没脖子，你还没腰呢，你还有抬头纹呢，你还有鱼尾纹呢。你腮帮子大呢，你法令纹还深呢。哦，他还有眼袋，哟，我都没看见眼睛，你说眼袋在哪儿呢？这是，郎鹤人家好无情啊你！张鹤伦，你好残忍呐你！干嘛要这么撕，像两个泼妇一样？你不觉得他们挺喜欢看这个的吗？肤浅了，朋友们，你说他们肤浅？对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你就是一不要脸的人。哎，三句顶不上我这一句。粗鲁、粗俗。我说我呢？没文化。谁没文化？你。我没文化，您有文化。对，咱说你看看，句句在理，头头是道。哦。就是语言当中，别对，千万来，多少钱？我退你多少钱？10万，姐们你来洗钱来了？10万块钱听张亚伦，你疯了吧？跟钱有仇啊？不是说有钱就为所欲为的，知道吗？你今天虽然来了，你能看到我的人，但你未必能得到我的心。不信你可以试试，我很好得的。兄弟，这就是你暗中观察的结果吗？对，要不然你扫我二维码。真够逗的，你还有二维码？熊毛雕刻的二维码，毛码。熊毛雕刻二维码？你是没毛码。我脑瓜子上也不是熊毛啊，
我这有二维码，你要扫就扫，你可以单点我。加钱？加多少？还能加钱呢？一毛。好，真没有。我今天不方便，我这有点脱毛。好家伙，我以为您那儿都擀粘了呢。不洗澡啊，这人怎么？不是，这两天有点掉毛，怕你扫不出来。哦，没事，你也梳理梳理你呢。到夏天了，都脱毛了。要不然你还要试一下，来，你把手机掏出来，快点，你扫一下来。你把手机掏出来，就要扫吗？就跟你真有码似的。我就摸摸我的扣。你扫吧你啊！兄弟，你动作够快的。什么时候有的这个？我特意准备的。我的个天哪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可是你刚才在厕所里40分钟就干这个了。因为我最近这胸毛有点掉毛，掉毛之后我就把这重新弄了一个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干嘛呀？没扫上就别扫上了。你以为我是那么好得到的吗？我去你们的吧！我还让他去工厂啊！回来！哎，错了。不是一说去你们的就这结束了吗？我不是那么粗鲁的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有机会。不是说能得到我，真说你要是比我强，能耐就加钱也不行，我不差那2块3块的。我不喜欢金钱的铜锈味。那边说给20了。就你觉得就这180的能打动我这个芳心吗？能。250。你不许评价他。我绝不同意。来，亮出你的码，让他扫，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250。行了，算了，不提这个了，因为我这人不喜欢那么粗鲁的东西。哦，扫码就粗鲁了？真的，因为我这人，咱们没有能耐，你跟人说不过人，你就老用金钱来诱买我，要不然就是诱惑，要不然就是购买。什么叫诱买呀？这没买干嘛还诱买呀？就是诱惑家。哎，这家伙这地上都甩出油来了。我油你油多吗？你油我油。我怎么油啊？谁喊的油轮？我出去。第六排的胖子，第六排的胖子跟了我们6年了。站起来。站起来的就台上这俩胖子。谁呀？咱俩。我纤纤细腰。行，那您就这么坚持的演完这段相声，没说完呢就松懈了。粗鲁，嗯，我不喜欢跟这样粗鲁的人。我记得你在后台来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。这帮演员当中，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呀。所以我才愿意跟你聊聊天。你也没问问我吗？在我觉得，在捧哏演员当中啊，他算是一个跟他们有区别的人，因为他呀，削削的还有那么一捏捏的文化。你这个量词怎么说出来的？就削削的，有那么一捏捏的文化。哦，您觉得我有点文化？对呀，所以说当有人问我，德云社的捧哏，你认为是于谦好还是孙越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当时我反手咔，就一大嘴巴子。你这干嘛打人家？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？哎呦 ，Why？ 兄弟，那我真错怪你了。凭什么？来来来，握手，刚才我诋毁你那些话，你行。别生气，傲娇的性格上来了。你别傲娇了，你泡娇我们也不怕这。那我就想问问你了啊，同志，今天2000多位，孙老师、于老师和我们仨谁捧人最好？于谦。这不用想。我说那干嘛这里还得有我呢？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瞅瞅，我白看错他了。你这是很欣赏你的。你哪儿欣赏我了？鹤字科郎鹤炎，他说鹤，我觉得你在鹤字科当中，你属于激励鹤群的一个演员。我激励鹤群？对。那得多大的鸡呢？那得。你猜你多大鸡？我猜什么呀？鹤立鸡群那是。他属鸡的。
是不是属鸡的？这跟哪没关系？四十二属鸡的。对，你属一大个的。那我跟鹤站一块儿也看不见我呀。那我想我怎么捧您？你捧我倒不来说，鹤立鸡群。鹤立鸡群。但这说我有点过了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是不是？不是我谦虚，你别跟着往下呀。你也自称自己过了吧？我那叫谦虚，你这叫贬低。不是，你说咱就说这些个人当中啊，你想鹤立鸡群，你说你鹤过谁了？孟堂你鹤过了吗？我老吓他干嘛呀？我鹤他。你不是那恐吓的鹤啊？是不是？我鹤不过他那眉毛，我就鹤不过他。杨小翔，你鹤过了吗？鹤不过。小摩托怼死你。那我就找三哥跟他。别说别人，我。你怎么了？哎 ，look me。哦，我还得看看你。大哥。你怎么着？你能先超过我，你再说鹤立鸡群。血糖我确实超不过去。但是你尿酸赢了。他尿酸六万多。你们家尿酸六万多，一尿尿能尿出一个钻石，当啷当啷的。那以后我上厕所，你受累接着点儿，啊，你就富可敌国了，你就富可敌国了。我不需要，啊、你不需要，自己留着吧。我才不拜那个过滤网呢。你能把你美的，你瞧瞧你哪儿就文化比我高了？哎呦，你先说北京来说，你什么学问？你哪个大学的？北京什么学问？什么学历？你是北京什么学历？我北京工业大学毕业。你看，暴露了吧？工业大学的。这有什么可暴露的呀？这是什么好学校吗？北工大怎么不是好学校啊？北工大211985啊！哎呦，我先说瞧不瞧你无所谓、啊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我听着都费劲呢，我。我说了，您回头别看现场了，您直接直播看弹幕去吧都。我跟你说我那大学，我这都吓死你！我怎么了？舌头打中国结了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那也是285的，285，啊，我那也是91。您是怎么917911？我是坐着917从房山来的。你回去吧你，我回哪去？回去吗？我不回去，我在西城长大的啊。我也是那个大学。你哪个大学？清华。我没去，没去，你说人家干嘛呀？我瞧不上，我国外的。国外？你瞧瞧，我们都说国外。我跟比尔盖茨，我们一块儿。您呢？您有空看看您的波浪盖子吧。比尔盖茨，华尔街之狼。华尔街之狼，真的跟比尔盖茨、霍金儿，我们一块儿。霍金儿是干嘛的呀？我们人家叫霍金呢。对了，乔布斯，人确实是乔布斯你。哎，我们都一块儿。你真应该跟霍老师一块儿，霍老师也坐轮椅。我们的文化交流啊，没这他没有限制，你知道吧？人家说英语，你跟人家文化交流没？他们都得向我学习。学什么呀？学中文。我怎么这么不开眼呢？你别瞧不起中文行不行？我没瞧不起中文，我瞧不起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啊！你也好意思说？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？您有什么知识？您说这个呀？啊，我那你说错了。不是，您不用找个方言，就说普通话就行。对不对？我教他们啊，什么叫知乎者也，语言哉？他们懂吗？哦，这都得学呀。咱们小时候是咱们受到那个。5000年文化的熏陶，嗯，对吧？打小咱们就学这个，知乎者也，大伙都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都得有，啊，对不对？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鸡叹息。什么？就说这意思。惟闻女叹息。我知道啊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欲？女无所思，女无所欲。昨夜见君解可汗大点兵，军书12卷，卷卷有言明：阿爷无大人，莫来无长兄。愿为师鞍马，从此居延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斗，北市买长鞭。现在可以鼓掌了。您就跟那个比尔盖茨他们就说这个。他们懂得什么叫唧唧吗？他们富唧唧，他们就懂是危机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他们不懂啊。哦，什么叫微积分？他们可能玩的，元宇宙，对不对？哦，玩这些个。好好好，我跟他们聊这个，知乎者也懵了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桃花源记？问他们，问人家桃什么事？桃花源记没学过？卖炭翁听过吧？卖炭翁他你们上过学吗？没上过学。
你说没上学，但是人有钱买票，你说这是？哎呦喂，你们连九年义务你们都没有普及完啊？九年义务教育，不是九年义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我能理解你们。上学的时候谁都有这个，为什么上课的时候总睡觉啊？因为那是梦开始的地方。不是，您别给自己找借口。我当时也是老，我认为老师就像蜡烛一样，燃烧了自己，烫伤了别人。对，没有，照亮。对了，但是咱厚积而薄发呀。哦，您后期努力了。累了，自己学，在家学。自己学习啊。累了，什么？这《出师表》，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花光预算。哪个《出师表》是这么背的？就那个。哪个呀？那个。您别胡说了。啊，没有，朱亮亮写的。亮亮，李小鬼写的。先天下而忧人忧啊，学过吗？这都哦，后天下乐而乐。对，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。哎呦，你上过学呀？我不跟您说我北工大的吗？您说半天您没什么，您哪儿的？就国外，比尔盖子，霍金儿，乔布斯，你怎么还遇上俩死鬼啊你？他们俩是因为什么学习他俩不及格，让你给气死的。他们能给我气够呛，我给他们补课教他们，对不对？积极复积极背，他们觉得积极积极哒哒哒哒，积极积极背背背，他们在背不下来。背这管什么用啊？这个霍金都直抽，人本来用眼睛，人现在身上都抽的了吗？啊，瞧不死，后来瞧不上了，怎么的？都有原因的。瞧不上您什么呀？不是，他们就觉得太难了。哦，我太难了。没让您学的。要不然这多难啊！这不是三两句话你能理解的啊？对不对？中华语言未曾清贫难成人呐、啊，不经打击老天真。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家有凡土之意，扬之贵辱之恩，岂可尽如人意？但求无愧于心。这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府中帝王最忌妇人之仁，俯身瞧花间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，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，不求人人得道，但求得道人人。罢了，这就是您当时东北烤串时候背的呗？这都学问的展现呐、啊！这死记硬背的，尔等不晓得。说尔等就是说你，就说我不知道。尔等不明博，不明白就是。哎，哎呦，你轻点。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，谁哪个有文化的第三句说知道那个呀？不对啊，您别瞧不起我们，您展示自己的，您老这诋毁我们。门。怎么了？北京话就这样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那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记得还有个北京摊是吧？您别北京摊了，您要散黄那是。我知道这个。啊，也甭挨这套。我跟你说，在北京我也待好些年了。是真的。舌头让鞋底子抽了是怎么的？哎呦，好家伙！不知道，我以为于和真来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就是这个学问来说，你在家你平常咱就看个书，跟你们看着天天看抖音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也看书，看抖音，玩快手，看那个两三个人表演的东西。兄弟，你说的比我们详细啊。我们都是读书啊，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本是后山人，偶作前堂客，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。大志喜功名，海斗量福祸，论到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哎哎，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你停，前面还行啊，前面是诗，后面怎么歌词儿就出来了？诗词歌赋都有的，这都是一套。哦，对不对？还有歌呢。歌有啊，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没让你唱这个。呀，他妹妹还没散，萨瓦迪卡以后萨尤那拉，李雷还没翻萨克斯安德尤，萨拉黑尤乌里欧巴斯米达。
哎，你要跟比尔盖茨唱这个，他能走得更早。对，对什么对呀？我没让您唱歌。霍金就让我这么霍霍的。您不是说背《木兰辞》背的吗？差不多。不是，你可以炫耀自己，但你不能瞧不上我。我就是瞧不上你，学过这个吗？怎么没学过呀？哎，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下去什么？乌鸦落在凤凰群啊。人家也知道，这个都知道啊。对呀、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。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。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肤白貌美台风稳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不知道。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就这玩意儿您还鼓掌呢？傲骨迎风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，风流倜傥郎鹤伦。你告诉我，你花多少钱买他们前面的票啊？您这一点都不贴近实际，都不客观呀、啊！你要这么说，你应该评价自己客观事实。大腮帮子，满脸褶，中年油腻张鹤伦。不是我，不承认。怎么就不承认呢？啊，我是那样吗？你比那样还厉害那么一捏捏。你呀、啊，你作为演员，你客观一点，这都是父老乡亲。粉妆玉砌，不好。闭嘴！好好说话。哦，好好说话。好好说。三高虚胖，身子沉。哎，这才是客观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下一句我听听。那是你爹张鹤伦。你别来这套啊！说着说着就离谱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给我说的我都能对上来了，我给你出的你不一定能答得上来。哎呦，那可不，小表辈儿，小表辈儿，你往那边站着，老帮菜啊，这来吧，这就是一上下联，这就是、要出题是吗，老秃子？我就给你出题了，小褶子，我一下把你。讹人是吧？是不是讹人？你给我起来！不是不是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废话，哪儿就这么一下啊？我怎么打动你胎气了？不是动我胎气，突然我想排气。你瘸子吧？嗯啊，你干嘛呀你、啊？咱们呀、啊，别你那是治。他现在你看，你是不是指着这发家致富呢？就差这一点了，你等着继承吧啊！好无聊，你看给他美的，别说那没用的啊！我给你出题目，你给我对什么意思？对什么对联？对对联，对联。哎呦，小时候就玩的，我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山花对海，赤日对今天是一个团建的节目啊，好，这谁不会、啊？行，那咱这就开始了。还玩小时候对联呢？别人不说，我就说说你，哎，说说你的现状啊。哎，面无言，兜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好，下联啊，我听听。官一躺不一盖，十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我说他没钱，他跟我说没命了。好好，别着急，这还有呢。读书少，年纪小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那么来这个，我不来那个，你本色出演，我抢不过你啊。那你能来哪个？还有呢，听着，面对面吃面。哎呦，这有什么难度？我以为你了解呢，虽然只是这五个字啊，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，而且还是一个有地理位置的动词，面对着面吃面。盖中盖补盖，嘿，你这还挺简单的，要不对不对？哎，脚对脚抠脚，你不怕串脚气呀？背对背搓背，这跟树没什么关系，您点事儿了啊？手拉手解手，哈，
你恶心不恶心的？嘴对嘴亲嘴。好了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人和人生人。行了，拦不住你了，是怎么了？啊，别着急，后边还有呢。还有吗？没有。当然了，哟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我的上边有什么难度？不用这么放慢速度，这是一个拆字合字的一个上联。弓，弯弓搭箭的弓；虽，虽然的虽，组在一起是个强。弓虽强，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硬。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这不就拆字游戏吗？啊，真是。这不就拆字？这不就？后台拿一筐给他扣上，马上你就要飞起来了。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我听你下联，听我的下联。嗯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不不，你给我讲讲，我听大。一个人加一个一念大啊，一个土加一个里念埋。人一大就土里埋。这不好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对了，然后就上菜上菜。好，你换一个啊。女子好，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还不错，那个还不错，怎么样？这个还不错啊！江郎才尽了，你轻着点儿。怎么了这是？黔驴技穷了吧？谁黔驴？尔等如同惊弓之鸟，我在略施小计，尔等这回嗝屁朝凉。兄弟，你要不行啊，咱就试试中医，好吧？我看打针是治不了你这病。怎么了？你都快人格分裂了都。这是能的压你一头和个头都行。行了，您别欠脚了，您欠脚都走房子了。啊，听我这儿还有一个绝对，带你感受一下上面的攻击。好清新啊。我以为你这闻姚明的屁呢。你猜到姚明那个大褂。我不闻呢。就你这个头差不多。你甭管。我到姚明的那嘎着窝呢。行，这也好不到哪儿去了。听我这上联啊，绝对这点空气都让咱俩占了。别胆胆的，这时候他想起我来了，你瞧瞧，不要这个啊！听上联，一乡二里三父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叫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听我的，十室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。不错，这还真是唐伯虎点秋香。思君思国思社稷，赏花赏月赏秋香。腰内浮华里龙不吟虎啸，小小书童可笑可笑。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缰，叫声将军提防提防。咱都看过，那你还说？我没说完呢。那有什么遗言你都留出来呀？看你非得跟你弟弟抢这个。听好了啊，一天夜里。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对，郭老二您不知道郭汾阳啊？你看刚才你父亲问你的郭老二是谁？我怎么没觉得那么绍兴呢？也是秃头那个，我看着你哪儿就看见了？随你，谁随谁呀、啊？我是随你，别来就这。我说完了，说完了。一天夜里。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郭老二是郭汾阳。对呀、啊。郭汾阳，他刚多大呀？刚九岁。九岁的一个孩子，喝到四五点钟，什么愁事啊？他可能是觉得遗产继承的问题。怎么，师傅又要三胎了？大林有点不争气。咱别讨论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咱就说我这上联，你给我对，就是我从一到十的十事，你也得从十到一，十到一，对，张嘴就来，我听听你张嘴，对，说让就觉得好，哈，让就佩服，哦，让你就无地自容，好好好，有个缝儿都得进去，这不最后一火吗？听着啊，十，十分肯定，是，郎鹤炎，九点以后八成妻离子散，六道轮回五个没他。四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。下面请欣赏相声《我的江湖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
庆幸吧，要不是刚才要泄金，你还得往上调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刚才两位啊，年轻有为的小演员，哎，干嘛你毁坏道具呢？是我毁坏了。为什么改成手风琴了？你给我讲讲。别抖了嘛，门帘子够稀的。行吧，今天这个什么叫门帘子够稀的？什么包啊？我刚才错过了什么？你错过了917路，从房山过来的。怎么了？怎么茬儿？这个道这没有词儿了呢？怎么呢？你是说您的？我们说我们的。你们聊什么呢？管呢？哦，我主演哎，主演问我管呢，就得管。嗯，好。你这谁说的？谁说不让管？来，站起来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坐坐。怎么脾气那么大呢？我认识你，你就是花10万块钱那个洗钱那个女，对不对？就是你。我知道你还要我胸毛那个二维码那个。就是你，我知道是你。大褂话，兄弟这么多年了，从我身上找多少包袱？你看，真是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他的这种没有脖子，我跟你说，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他的喉咙。为什么？真的，你看，哎，吸血鬼见着你在这哭，怎么呢？他不知道怎么疼。疼哪？行了，没地儿下嘴。这是8年前的包袱了，真的。哎呀。你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咱别琢磨这个，这俩大牙咬一口全是油。啊，您说那象齿虎是吧？你说是不是吧？哎，刀一口全是油，人家回去还得检查脂肪肝的。我用它替我检查呀？血脂太高了。不用那么夸张，我就说您怎么着？气文从武是这意思吗？哎呦，现在就是文武双全。哦，真的。江湖中有名的人物，不是你不张鹤伦吗？是张立民，那是本名。那您怎么称呼啊？你看张鹤伦那是学相声艺名啊，在江湖当中赫赫有名。您怎么称呼啊？江湖上你们没扫听过是不是？不知道是不是？没扫兴。念您各位、啊，打小我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之后啊，除暴安良，利国利民，所以给我起个名字叫张除暴。你叫张除暴？对，你爸爸叫张晚暴。跟我爸爸什么关系？太没文化了，这除暴安良，利国利民。除暴安良，怎么了？张除暴，行侠仗义。本来要管我叫张行侠的，哦，后来一想算了啊，张除暴好一点一点。不是，那您能干点什么？干点什么？你了解什么叫江湖知的吗？江湖我们理解就是血雨腥风，打打杀杀。我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微博吃瓜。我以为你爸爸张作霖呢。你爸爸张学良。我成你儿子了，别来这套！我的小宝，干嘛呀？好好说话，嚷什么呀？那您知道江湖怎么回事？当然了，哦，那是恩怨情仇啊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这话听过。猪哈哈家伙了，不骗你各位，怎么样？走江湖很多年了，你们俩在江湖你打听张除暴，应该有知道的吧？你们都不是江湖中人啊！张除暴怎么听着像个厨房的洁具？跟那钢丝球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哦，没关系。威猛先生您知道吗？张除暴，威猛先生，钢丝球，你们仨一替的。那玩意儿捏着吗？这那玩意儿捏着吗？哪儿捏着？还就捏着？你们家这个钢丝球跟那个皮揣子搁一块儿啊？啊，你们家搁一块儿啊？我们家不搁一块儿啊。哦，不搁一块儿，是那你们家威猛先生跟钢丝球搁一块儿吗？不挨着。那张除暴跟钢丝球搁一块儿吗？那玩意儿能是一套吗？哦，那就是说张除暴跟皮揣子是搁一块儿。那你叫张马桶不好吗？我现在
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掌我要拍在你脑袋上，你说什么后果吗？怎么着，你就把我这脑袋上的油都擦掉了？轻则脑震荡啊，重则脑袋没了。咱别来了，别来了，我到时候我没脖子还没脑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哎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呀？是，别看他们胸肌鼓鼓，不一定会武啊。别看我胸肌平平，不一定不行。对，人家没有胸肌，人家有一二维码。真的啊，这手这怎么样？三两苦，二两肉，半钱老茧做包浆，让你欲罢不能。就一鸡爪子，有什么跟这卖菜的？啊，怕！跟你说，打小人说我骨骼清奇，畸形啊！练武的奇才呀、啊！哦，这我要出生在古代，那必是一什么什么这武林盟主啊！你哪还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，在我面前全是小趴菜。你跟人喝酒去了是怎么？小趴菜？真的，拳打张三丰，脚踢黄飞鸿。嚯、哦！不让张无忌气死李小龙吗、哎？哪个叫范岛爱？什么叫苍井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怕着呢。哦，人就除暴安良。对了，哦，好，老话怎么说呀？老话说什么了？别怕呀！啊，嗯，谁跟谁说别怕？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呢。威武不能屈。哦，威武。嗯，你是看到威猛先生了吧？贫贱不能移，嗯，是富贵不能说，对，哎不，不能淫，不能淫，嗯，不能淫，我要什么富贵？我说你留着二维码干嘛用？啊，就您这样的，您除暴安良去？怎么了？您这不行，不行啊！打听打听，打听什么？下手狠着呢。您呢？对了，江湖上都有一号，您有的是什么刀客？刀客练刀的，哦，看了吗？您这什么练刀的？您这是练刀的那个？哦，谁说的烤串儿？我扎死你！嚯，你那是铁签子还是？你是个串客，你才串客呢，那叫签客。你多少千克的？我二百千克。二百千克。我的个天哪，赶上烤全羊了！是，我说我这一个胳膊就二百千克，哎呦，那多少血糖啊！这真的，串儿有没有那个剑的剑客？啊，耍剑的就是剑。对了，用刀的刀客，刀客，还有那比耐力的力客，不是耐客。提这型干嘛呀？有。哦，那您是什么？还有那个暗器，拿那个钉子的钉客。啊，这我知道，钉客，这确实是你爸跟你妈就是钉客。你爸跟你妈绝育了，你爸你妈钉客，然后你是串客，没错。小胖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谁小胖子呀？小秃子，谁小秃？哎呦，可都崩我这儿！小秃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刀从不轻易出鞘。那要出鞘了呢？出鞘就很难插回去。这位还是一瞎子。你说谁呢？我说你是个瞎子。再说一遍，你是个瞎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干嘛说那么多遍呢？因为我耳朵也不好。啊，这还是个小龙虾。敢问您是不是从盱眙那边过来的？张串客，字号小龙虾，喜好蒜蓉。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好时节呀，朋友们呐，你看来我的刀今天必须要见血了。啊，您自杀可不算的啊。不是自杀，刚才确实拉着我的手。这上面怎么有毛刺儿啊？这话，这刚口吐莲花丸，您用这个了啊？逼我是吗？你是逼我吗？不是，我笑还来。今天非得打残了你才好是吗？您有什么能耐？您能打残我呀？啊，那江湖上都有人物事迹，你这上来就
广式就没听过，没听过串儿客，怎么还甩食呢？这位，你说的串儿客那不是我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刀客，什么嫖客，跟我没。谁说的爸爸？谁说了？当年你爸爸的天下第一背一个嫖吗？天下第一嫖就是你爹，嫖客。他这算找不回来了。狼嫖客，我记得他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您别说我了啊！我对不起您了。说您家丁克，今天不把你脑袋薅出来，我算你夹得紧。您要这这不，您家不是丁克，您家是锤克，专门打钉子的锤克。你就说我们家是铁，我们家匠克。不是，哪有匠克？匠克多味儿，匠克。匠人啊，匠人。跟我跟你说，客多了是吧？对了，您客谁？您还相那相扑的那个，我客谁干嘛呀？啊，相扑的知道什么吗？相扑的相客，扑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、啊？你知道个六啊？你跟我在这普及呀、啊？废话，我六队的，我能不知道六吗？我让你普及六队队长谁呀、啊？六队长不丁哥，不是那个串客吗？行了，今天看来今天必须咱们两个得死一个。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自己弄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。你说半天我死了，真的，我是乐死的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都有心下去买票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掌，我跟你说，不打你个五马分尸也是尸横遍野，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这是啊，当年我不问各位。你这气死我了！这可生气了。当年我然后，你没事，你惹他干嘛呀？你干嘛？这是一电客，这是，这叫麦克。总算找着了。你懂不懂啊？麦克风，麦克。我跟比尔盖茨，我们都说这。你跟比尔盖茨天天没事，这叫麦克。对，沙发。什么沙发？沙发，您再来一遍。沙走沙发。好家伙，人家沙发是沙发，您这扎法子。你管什么扎起马，你知道吗？扎起马啊！我还知道驴打滚儿呢。跟驴打滚儿有个毛关系啊？这都是点心呢。你是哪儿的口音啊？你管的是汤山的。你不北京人吗？你管吗？离着很近呢。你是个串客。还定完，他老盗用我的名词，你这是。你是个串儿客呀、啊？有版权的、啊、，copyright 有版权。我知道你爸是北京人，你妈是唐山的，杂交。谁告诉你？这套，我妈是河北，河北唐山的吗？不是唐山的，我妈是望都的。你管着吗？不是说你这个，我知道。大行说你爸天天背个瓢去找你妈去吗？对对对。看把你爸妈嫉妒的，你我记住，我知道你，你记住吧，记住吧，记住吧。干嘛呀？噗！毛病，这不知道。哎呀！这才符合情理，中招了。这不是你以为刚才那一下没挨着，实际上他有这个千锋，什么锋？千锋。千锋、拳锋、剑锋，这不刀锋，这是千锋。哦，串锋，串儿。行，串儿没锋，他疯了。跟串儿有什么关系？这叫串克锋，麦克风，串克锋。那是一个东西吗？是，人家不是东西，你也不是。气死我了！我打小我没受过这种侮辱，不骗您各位。那你怎么活到现在的呢？我打小，我跟你说，你跟谁说？我的身世很惨哦，但是来说，今天受到你的挤兑之后，你就豁然开朗了。今天来说吧，我准备把你大卸八块，你要能活着走下这个舞台，怎么样？从此以后，嗯，你就再也不是我儿子。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。啊，您要怎么着？你给我留下啊！阐述你自己的身世，不身世挺可怜的吗？说出来让我们乐乐。什么叫你乐乐呀？大伙儿别笑了。加了，加了，加了，加了。刚
刚才串课的时候你们干嘛去了？实不相瞒各位，我气氛组这前面都是感觉到了串风吗？还没有呢，他在这，哎呀大哥假了，虽然说我的功力很深厚，你别捧自己了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感受了我点穴的能力。又会点穴了吗？对呀、啊、隔空点穴，你以为是武林上武林上失传的绝学？对了，葵花点穴手你听过吗？我听说过呀，白展堂那是他们演绎的。哦，他们夸张了，实际上真的有点穴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、不瞒您各位，点穴来说，点的哪儿？哪儿痒痒？有痒穴。哦，痒穴。对，眼笑穴。笑穴。哑穴。哑穴。尿穴。尿穴。这可是肾结石犯了。不是，一点你大小便失禁。还有这个功能啊？有。哎呦，那您给我们来一个吧。真来一个是吧？行，露一手。今天我不整理个。你点穴，你提裤子干嘛呀？得运功啊。哦，往下运功。别把屁给崩出来了。哎呀，是思密达。兄弟，你是不是都没经过实战啊？你跟敌人点穴，人家还跟那等着你运气呢，你这还呵，人家有病啊！人家这笔杆条直站着，来点我，点我呀，点我哑穴，点我尿穴呀。那有主动申请点我尿穴的吗？废话，您这点穴，您这酝酿时间忒长了。不是，这叫出其不意，这说这话的时候就运上气了。确实，您这让我们出其不意。现在这不是观众期待的吗？观众期待这个，期待我得好好运气。哦，这时候就不能打破我，不能打破您。一请天地动吗？这不是那个，干嘛呀？这是口吐莲花，不奈着。不奶着，我解释一下，不奶着。他们说的对。点穴了，点穴了，开始。你点的是个杂穴是吧？什么反应？我这一比划，那边啊一下，这么准吗？张鹤伦，你花多少钱呀、啊？都是我雇的徒儿。好家伙的！哎呦，真的点穴真的是很灵的，你们别不信，以为这是开玩笑。信，我们信。神经病，点上了，完事儿了，这就点上了。对，还不点开？姐，开。我也多余配合你，我要你配合我吗？废话，您这什么呀？这是我自个儿来啊！啊，你自己来，走，过去了。我宝贝儿还要玩啊？你回来，还要玩一会儿。你这不像点穴，你这像摁脚。这儿走啊！你说那是捧哏？嗯啊，这是哎嘿呦呵，别听疼，那是捧哏。没有，别听疼啊！这孩子是不是你妈拧你的？这是孩子是不是饿了？啊，是不是饿了？您呐，您要这么说，我看您胸肌平平，您还挺行。不是怎么事儿？这个怎么事儿？我看看来。怎么事儿？我们就想看点穴。我都等不了了，我的笑穴都解不开了，我的天哪！不点了，不点了，为什么呀？不点了，点吧，点就过去，点吧，都十点了，那点吧。不是点穴就算了，好不好？点穴算了，您什么都不会，上我们这儿大嘴一张，我串儿什么叫什么都不会呀？啊，非得展示一点吗？展示点都不知道，真来点儿来的。各位不瞒您各位说啊，当年我学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真是经历了一番苦难，两番波折。哦，就这么三方。
没有签个协议吗？难着呢啊！我打小，我跟你说，打小我是契丹人。欢迎各位，不能，契丹没有丁克。你懂个六啊你！你滚，你死去！今儿，来来来，你死这边来来来来，死那边，你那边有校训。当年我父母被围攻在光明顶，被六大门派追杀，后来我跳到了绝情谷底，骑着我的雕我上来的，这之后我练成了葵花宝典，带着我的七个去。带着我七个媳妇儿，我们隐居了山。您等等吧，您等等吧，您都练就葵花宝典了，你还带着那七个娘们干嘛去呀、啊？那您这不是串客了，您这也就是个看客、啊。老师，这金庸笔下人物都上您这儿追着来了。你还知道庸子？谁庸子？我告诉你，你尊重点儿。庸子，我夸你呢，我这儿啊，人金庸大师查良镛笔下，我知道，跟您没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打小我才学的这花拳绣腿。花拳绣腿，那可不叫花拳绣腿，那拳有拳术，有套路，腿有腿法和脚法。哎呀，都是些花拳绣腿，在你们这帮外行来觉得，哎呦，那玩意儿有什么也无所谓，花就是好，又好厉害。在我们内行人觉得，那玩意儿皮毛，不叫玩意儿。对了，那行啊，那花拳，您会什么花拳呢？拳术多了多了，您会什么呀？好多呢，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大成拳、密宗拳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阴家拳、阳家拳、火家拳、赵家拳、蔡家拳、墨家拳、朝阳拳、保健拳、开山拳、靠山拳、功力拳、金刚拳、蹦蹦拳、字母拳、搬门拳、投稿拳、市门拳、地躺拳、太子剑拳、空手硬手、行手拳、行意心意如意拳、劈拳挂拳、别拳跳拳、弹拳快拳、崩拳暂拳、长拳短拳、横拳断拳、南拳太拳、软拳花拳、劈挂手拳、自然拳、阴阳太极拳、武当太乙、五行拳。好。没想到您这拳术会的真不少，多新鲜呢！在这儿给我练练，练这个，练练不了，练嗯，怎么练不了？袋儿开了，你不是你什么袋儿开了？绷带，好名儿都弄什么绷带呀、啊？这两天胳膊受风了，缠了一绷带。哦，肩轴炎犯了，对，练不了。所以说这花拳这两天、啊、差点意思，花拳练不了。你等过两天，哦，过两天我一学我不怼死你。你别笑死我就行了，噗了一下。啊，打你一地卤煮，一定要割香菜，是吧？啊，到时候拿勺蒯，你们这是啊，这是小肠，你是饿了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啊，我们不看花拳了，脑盖打开了一个悠子，从哪儿连上去的这是？你大脑没有褶，你看着就像腰子。行了行了，不是把腰骚剃掉，吃的还挺细致，这挤的那都不看花拳了，好吧？秀腿给我们来来，秀腿，秀腿也来不了。是吧？腰椎间盘突出，骶骨粉碎性骨折，胯骨轴是假的，最要紧的他练过葵花宝典，什么都来不了呗。怎么非得今天踹到你身上你才知道疼是吗？啊，好痛啊，来吧，等不了了，马上就来 right now， 就等我，等我今天干你一回，是我就看你的秀腿，来展示，非得看，来先提提裤子，说什么有什么，都听话呀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这个旋儿，什么旋儿没有啊？啊！快快快，赶紧拿上来吧！千万别动，现在有脚气。快点快点，我得接个烟，真的一定得给他啊，谁要拿着这个谁就沾了邪气了。你把鞋脱给我，快点。我不给。你看过什么叫赤脚大仙吗？你还要脱袜子，你是怎么着？好家伙的，差两秒钟你就这不是我的。谁还留你的鞋呀？看着他那高跟的了，你穿得上去吗？你胯骨轴都没有，你这个好家伙的，我以为他要谢幕呢。等
他没有韧带。哦，还能一本正经的呢。双飞燕，导演，还有什么？又货，我这康复的不错，真的，确实挺。您这干嘛呢？这不秀腿呢吗？秀这个。下面请欣赏相声《全德报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哈哈，又见面了啊！好巧啊！刚才我回去之后检查了一下我的鞋，怎么样？少付鞋垫，赶紧把鞋垫还给我。手机坏了，我鞋砸成手机了，它沾染了我的鞋的芳香，可能是邪气熏的。哪有那么多邪气呀？啊，看去。你后台吃什么了你？啊，什么？喊什么呢？小龙虾。行了，小龙虾。哎呦，真跟你们现在我都聊着急着急，真的，现在的观众不好带。谁让你带我们？不好聊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来的观众啊，基本上听了我们不止一天了。我看好多都有两三天的，就这两三天的，谁第一次来啊？来第一次来的举手，我看看都有多少。我的天！哎呦，刚才搭茬的时候你们可不像第一次，你们起哄的可不像第一次。哎呦，专业啊！第一次，好的，我会对你的第一次负责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一个声音啊，第一次。人是您这样吗？是，我听出来了。负什么责呀？你还负责？你就一看客，你。葵花宝典老艺术家，怎么我今天非得露出来？你别提裤子了，你这非得露出来能耐让你看看是吗？您这能耐都不耐着。我是没带着枪。你要是带着呢？我枪呢？啊。十年前的包袱，好了，早已经金盆洗枪了。这你笑你妹啊！我看着你笑，你说我笑谁妹呢？这你笑个六呢？挺好的，自己抖自己缝。我说的是包袱。我看你现在就像个包袱，藏蓝色的包袱。藏蓝色的不是他裤衩吗？这跟裤衩有什么关系？新观众不提我不说，他们不知道。浅蓝色的裤衩，这是什么包袱啊？太大了，嫌你。遥远的那一方喊一句裤裆开了，嫌你知道。是牛仔裤啊，就你知道。这么一说，2700多位都知道。行了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说话流氓点儿啊，没有必要这么聊天。哦啊，我来德云社其实是年头也不短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咱能正常聊聊天吗？您不是闯荡江湖去吗？那是以前。哦，您那是以前了，就没有后来了。那上个作品。哦，上座。我还当过文人呢。是不耐着。其实我们这都学会了。就不耐着。啊，不耐着。不耐着。我感觉我以后演出的时候多了一个词儿。哎，什么词儿啊？耐着。我弟这个。哎呀，真无聊。啊，大伙儿开心就行了。真的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不是一个文人。我以为你把文字去掉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也不是一个那个侠客，也不是串客，也不是刀客，也不是骚客，也不是签客。头一回看见演员回答弹幕的问题。他们喊的什么都有啊，此起彼伏啊。
那您是什么客？不是，您是什么？其实我是你的父亲。去去去！干嘛来？跑这儿我寻子来了。我不想跟他们聊天了。我也不想跟你说话了。咱俩聊聊天不好吗？他们老怼我。凭什么我就跟你说话呀？咱俩聊聊天啊？跟他们我现在没话。吃兵拉兵怎么讲？没话。好包袱。这是包袱吗？这是一个俏皮话。不是包袱，你说他干嘛？其实我是一个唱戏的。叫姨干什么？叫姨父。怎么这么听话呢？这肯定不是头回来的。真的、啊、您是唱戏的？对，是个戏曲演员。嗯，不敢说演员。哦，演员这个词太神圣了。是吗？很多人都说是演员，演员我们不敢说是演员。哦，不敢当演员。对了，那您是大师。您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艺术家。自己许自己是艺术家大师？不是，是观众给封的。他们不说你是骚客吗？没听见。那是别人，那是说的是张鹤伦。那您是张厨豹？不是。钢丝球。我去你的啊，侯伯你薅没了信吗？您要能薅出来算您本事。我这是一个唱戏的啊，戏曲演员吧。对了，我这个您唱哪个曲种啊？高腔。什么？高腔。哦，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一调高腔。你们什么东西扔出去了？你家传。家传。对了，你们家是丁克吗？又打我又躺下了啊。你别躺下了，你再说话我依旧踹死你了。你留神你那鞋。真的，我是佛山无影脚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味儿。您是怎么着家传？对了，嗯，我爷爷的爷爷。你们是这么个家传啊？不是，我爷爷的爷爷，你们答应怎么谁迁坟把你们放外面了？你们家这种可够大的。不是，这多大的辈儿的，我爷爷的爷爷了，他还答应？我也没想到啊，是不是你爷爷的爷爷都跟土地老一辈儿的？土地，干嘛呢？大少，怎么了这位？此物与金而落，与木而枯，与水而化，与火而焦，是与土而入啊！你爷的爷爷是人参果。我就学一个台词儿啊，好果。什么叫好果啊？你爷爷的爷爷嘛。我爷的爷爷就是唱一调高腔的。哦，知道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。你先等会儿。是这回事吗？不是，你问谁呢？我问人参果呢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好像说是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。嗯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。回传呐！我这个天，这到禁区里就太危险了。怎么又运球来了是吗？您这叫运球吗？好家伙的，就我这脚法，你知道我哪个叫运球啊？你这肚子要运，你知道？千万不要回传啊，太危险了。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。嗯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传给了我，一辈儿一辈儿。你学吗？我学。我不。好家伙，您这刨坑呢。你要不学就失传了。你小强起来，你不学这个啊？再者说我也略知一二，没必要跟您学这个。很难过，不瞒各位，好难过，一提到一调高腔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。比学葵花宝典还难过吗？我怼死你 啊，我这煽情呢。你不应该烤串儿吗？煽炭呢应该。因为盐放多了。哎，早晚有一天我能搂住你的脖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搂不着，它一缩就缩壳里去了。它缩进去了，你逮不着它。嘿，我外号叫索尼克。哎呀，你外号多着呢，你外号。煤气罐成精，嗯，大黄、索尼克、
那也不如你一个看客管用。好，你赢了，行不行？1-0。行，你回去吧。我不，回去干嘛呀？一提都一定要高兴了。还酝酿呢，这是。很难过，因为没人欣赏这玩意儿了。哎，你可先别这么。现在呀、啊，你看我师傅他们在各地啊，什么演那个京剧啊。评戏呀、啊，古曲啊，还都有人听，特别好。我们这个一调高腔失传。哎呀，哟，你跟大伙儿都说了，那第六排那胖子说来一个，咱来一个吧。哪个？一调高腔。来，你会这个呀？我会那么一奶奶。这罢了啊！你怎么又叫我呀？知道这个东西的没几位，会唱的更是凤毛麟角。哎，您也别这么说，确实啊，流传下来的没多少。能会一调高腔，我在这边呢，老师。能会一调高腔啊，是我高看你一眼，你好像越过我了。我现在看你，在我心目当中又是个巨人，巨头腿的人。他老是自己自理，那我跟您学一出，跟不是祖祖辈辈世代家传嘛？罢了，我还老架我，这个能有这种学习态度，是今天我收了您，我没说拜您为师，收这个徒弟，你是算聋子哥，我算什么聋子哥？您小龙虾，我聋子哥，狼龙眼，狼，这名字倒还挺好听的，那我也不来呢，您这有师承，我就跟您在这儿搭台唱一出。在这儿，对对对，在这儿嘛，真说哪第六排那胖子站起来笑话你的话，你在台上咣自爆了，不能，怎么办？炸一地的肥肠。刚才那碗还没盛完呢，是怎么着了？啊，炸一地的炒肝。不会不会，人家是不笑话我，我是跟您学。万一笑话你，你回后台里咣叽扎尿盆里死了怎么办？你要我死那地儿，我还扎尿盆里死，扎尿盆撑死了。我是人呢，我吃什么长大的呀？我担心你。您甭担心我，我虚心跟您请教，跟您学，不羞涩，行，不要脸都没问题。好，好吧，作为一个捧哏演员，你做到了基本功，是吧？就是不要脸。好，我跟您学一出，你会成为大师，我谢谢您。来，就指着这一调，咱们开始吧。咱来这高腔，等不及了。您这，我不扫您那码，怎么了？您到哪儿都收钱呢？还唱这个东西，你不得换上那衣服吗？不是，您别着急，咱们得先挑戏。你先挑，你挑，啥也会。不是，这真是打到我的短板上了。我就会这一出。哪出？斗公训女，又叫全德宝。好，就来这个。不是，您别来这个呀。这个连拍本戏留下来的还有这八本啊。哪八本？头本官榜，二本别女，三本入府，四本招赘，五本洞房，六本训女，七本考童，八本荣归。这你还都知道？那当然了，咱得学习啊。三字经里有这么几句话，叫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名俱扬，说的就是窦燕山的这个故事。对，有个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，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有一女名叫桂英。哎，是皆因呐，高怀德家里边实在贫寒，无以度日，于是就让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，让义子高同外出贸易。三年之上，义子高同杳无音信，没有回来。高怀德在大街之上看到招贤榜，心中暗想：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？怎奈家中有17-18岁的姑娘，让他放心不下。于是回到家中，与姑娘说清，让他到窦府为奴，抵偿银子的债务。高贵英点头应允，并立下文约。怀德走后，高贵英怀揣着文约来到了窦府，将事情与窦燕山说清。窦燕山当时撕毁文约，还认高贵英为义女。你往那边站。这一日，窦府来了个投宿的公子，此人名叫石守信。只见他生得齿薄唇红，风流倜傥，闲谈之中甚是喜爱，于是就把姑娘许配与他。洞房花烛之夜，石守信见高贵英满面泪痕，大惑不解，忙问之下，姑娘这才哭诉前情。石守信听罢之后，暗挑大指：我那嫡系之岳丈真乃信义之人，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，待我翁婿双双得中，再与小姐完婚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高贵英点头应允。夜半三
竟撕开后花园之房门，放走了石守信。转日天晴，老院公见马棚之下不见石姑老爷马匹，大惊失色，忙问丫鬟才知原委，于是将事情禀报给了窦燕山。窦燕山将女儿呼出信责，又叫窦公训女。由于整出戏唱的是高贵英高小姐，深明大义，思美俱全，因此又叫千金全德。你知道你说这段的时候走了三个观众，上厕所两个，那一个呢给他们扶着。怎么了这是？你知不知道我问你，你说你知道就行了，谁他妈让你说一大套的？哎，你说这种虎狼之词，你不知道我在台上有多尴尬吗？我以为你说你知道，然后潜台词你给大伙说说，我回报。我尬了5分钟啊。怎么你那意思我这个不耐着是吗？肯定就是不耐着。你听听，不耐着。我耐。你耐哪个溜了？耐个溜啊。你怎么没溜了？这是，我就证明这故事我知道。知道就知道吧，嫌你嫌你嫌你。还是有脖子的好。知道就完了。是，当当当当，没人说，说完怎么咽气呢？不是，我嫌你会是怎么着啊？怎么跟个泼妇似的？这赶紧的吧，赶紧的，咱从当中挑出一出，挑一出，咱挑最精彩的。那洞房，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个看客，你在聊什么洞房？你说洞房最精彩。别咬我了，待会儿马萧胜从里边钻出来了。啊，咱不来洞房，咱来训女。行行行，训你，训你，你训我。大黄，你大黄，对。小白，你别这样。大黄，第三场了，咱们第三场了，小白。大黄秀，大黄秀，大黄雕，雕，管用了。小白，捡回来。有意思吗？您这个。大黄，你听话。我一直说话呢，秀别。那不训你吗？不是训我，训女，训高贵英。高家大小姐，好了，去来去，咱们得分配一下人物啊。你先挑，那就可以。你挑剩下，你再挑。俩人唱戏，我挑完了，我还挑。你先挑了，那我先挑。老话怎么说？让妇女和孩子先挑。高低也没占着便宜，那我先挑吧。全德宝，那我斗公，那我斗母，我斗蛐蛐，我斗油锅炉，我斗大人，我斗小孩，我斗小黑小子，我斗大胖娘们。臭流氓啊！谁呀？你不捏着啊？这儿就捏着了。怎么我就臭？废话了，您哪儿斗大胖娘子？我斗公，您斗母。斗公斗母，这不一套吗？哎呦，不是，斗公斗燕山，斗公斗员外。那你说斗员外呀、啊？他来个斗公，那都这么说吗？哎，他来这斗公。谁知道啊？您别来斗母，您来斗夫人。那我就说不就完了吗？这是斗员外，我斗夫人，这不好理解。是，别着急，后边还有呢。还有谁？后边还有这个老院子，干嘛的？通风报信，精明强干的。我来。您这搭桥又碎一个。好，起搏器都拍通电，随时带起搏器呀、啊。这是背着号筒的演员，哎，你懂的词儿还不少啊。郭新轩，尿酸也需要这个吗？这就挨着了，你管着吧你。还有这个小丫鬟，小丫干嘛呢？伺候小姐。蹲蹲，你来。天生丫鬟命，我天生这命啊。好，还有这个石守信干嘛呢？孤老爷，我来。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粉大腮帮子满脸褶，傲骨迎风。还有这个高贵英干嘛呢？高家大小姐，你来。石守信的媳妇，就是你。还有这个高怀德干嘛的？吴老生啊，老将军，我来。英俊潇洒，玉林风，粉妆玉器，串客可以了。傲骨迎风可以了，串客啊。好，还有这个高怀德，高童干嘛的？高怀德的儿子，我来。你看，我一猜就是这个，见便宜就上。谁见便宜？合着我不是你媳妇，就是你儿子。那嘴咧的，我都看着你这个后槽牙那个性感的那小丁丁呢。你们家槽牙能补出这个来？我跟你说，行，那咱人物分配完了。好，您受累，跟我搭搭桌子。什么？搭搭桌子，区分出前后台。刚才不说了吗？我是你夫人。啊，豆腐搭不动，我们只负责生孩子。
你们肯定不是头回来的。一说生孩子，您的能力大了。行了，您等会儿吧。您现在还没入戏呢。怎么了？搭不动？咱俩一过到人家。您受累，动了拍气。您受累了，好吧？你不要排气就行了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好重啊！您都没搭呢，您上哪儿种去呀？您这，咱那是桌子，不是圆规呀、啊，老师。那画哪儿去呀？老师，你准备跨年是怎么着啊？中午宴似的，中午宴抡一大锤，抡！行，我看一穿，嘿，安琪拉斯，我会，那有大招，好像屁屁了。你知道安琪拉吗？我知道，我看见你我就知道了。真的？行，还缺两把椅子，您要不要补充点蓝呢？我说。啊，这个我去打个蓝霸。你行了，该手打手打，该打大龙打大龙去啊。什么就行啊？还这么些吗？不是，两把椅子，一人一把，太好，我也不欺负你。我来吧，来呀、啊，来，走吧。快不了哟哟哟哟哟，韧带不错。行，咱们这就准备开唱了。开唱，哎，这把那个穿那个寿衣拿来。寿衣？对，唱戏不得穿那个寿衣吗？绣一煎饼，苍蝇的蚊子挂的扁，老虎爪子。您死完都招苍蝇了。海水江崖有那个吗？不是，您那不叫寿衣，那叫唱戏的行头。把行头拿来。您这没有行头。没有行头，我跟你唱个溜啊。你老来这个，咱们就穿这身不行吗？就这身。对呀、啊、谁知道我是窦夫人。哟，那你这还真是问到问题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咱舞台就这样，简单化一化妆。您拿这些都化妆了。对，嘿，各位光着头，各位真是来着了啊。要说这个戏曲演员呀、啊、他这个抹油彩勾脸是非常复杂。您化妆别蒙面呢，老师啊。哎呦，好，真好，鱼尾纹都看不见，好紧致啊，好紧绷啊。哎，没人夸您这个啊。行，咱们这回就可以开唱了。好了，有请乐队老师。好尴尬，多尴尬呀。没有乐队啊？我们这说相声后台没有乐队。没有乐队怎么办？没有乐队你跟我唱个六啊。没有乐队怎么办？我问你呢。怎么拿嘴学呀？拿嘴学锣鼓家伙。哦、我上场，您打家伙；您上场，我打家伙。行，知道。好吧。打伙，来。这高腔的家伙，您知道吗？知道。愿望有神奇魔法，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我有一起探索吧。你会这个？你会这不对，不耐住，耐住，您耐住，马上就没地铁了啊。您呐，您的，咱不来个开膛鼓，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吗？我天，刚才很尴尬呀。您那意思呢？您的意思，咱冬秋罗呀，冬秋罗。对呀。上水帘洞，猴哥，师傅让妖怪抓走了。待着，让你在圈里待着，一分得
出去。徒弟，徒弟，大叔，俺爷爷的爷爷又来了。你说你一天到晚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记》，你烦死了！徒弟，帮我解读什么呀？您别一直冬秋没完呐。徒弟，三棒半到台口，何为一棒？冬抬腿，秋落腿，这为一棒。行，三棒半到台口。好嘞，明白？您看着我，跟着我。放心，来来来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没退过，你给我秋啊！你在落腿啊？不秋我怎么落腿？不落腿怎么秋？我这还用说你快着点啊？那你说快点不完了吗？过年的怎么包饺子呢？剁馅儿都没这手速。别剁馅儿了，30多年的手速。葵花宝典练了30多年，不是现在刷核桃，核桃都快丢了，还刷它干嘛呀？别诅咒我，我诅咒你那个，还剩一个，也就剩一个了。你当核桃丢了，可以了，包也丢了，找回来了，找回来了。您听我说啊，您呢跟我冬秋抬腿落腿同步好吗？没问题了吧？放心吧。
唱戏，脑门绿，兄弟。阿夫人，阿安老爷，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猜呢？什么叫我猜的？猜谜语来了？我什么？妾身不知，但听愿自己报。老词啊，就是老词啊。阿夫人，阿安老爷，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愿自己报啊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来，院子报来，院子来，你我，你报报，你报啊报，就是你报啊，快点报，快报啊！来抱一个地缸一样，你这跟搂一个煤气罐一样，你根本就抬不起来，你底盘太稳了。我要告诉你，一定要腰马合一。哎呦，练好了你的核心力量和你的腰骶背肌。老爷，夫人再也跟你生不了了。夫人，就您这体质，您就不要叉腰了。谁说让你抱我了？你刚才不说的抱我抱我了吗？院子抱来，院子老院子，通风报信儿啊！您不说，我来。你把夫人累坏了，夫人本来这两天就不舒服。你死不死？你等着老院子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，有坐。不是夫人，不是。阿夫人，啊，老爷，要不来杯参汤啊？啊，老爷，阿夫人，你往那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。但听院子一报吧，也不知道昨晚干嘛去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？院子，院子，院子报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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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我膝盖疼。膝盖子，你别用了，得得得，再来一遍吧。院子报来，报！甚至超过了疼夫人，快点吧！老爷，我是不是揭穿你什么了？没完了！哦，原来你喜欢的是院子。我喜欢石鼓老人。阿夫人，阿老爷，你往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来，报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你猜？咱录真人秀呢，这什么什么词儿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十五老爷我家小姐从后花园洒泪分别。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啊！报！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十五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。我媳妇儿跟人跑了啊！大小姐高贵英，大小姐跟人家跑，不是我媳妇儿，我不喜欢院子。着什么急呀、啊、你？我不喜欢，考验你，不耐着。去你们的！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报！咚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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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敲！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离我越来越近了。不是，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十个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分别。你带三娘撒泪分别。哎呦，怎么打人呢？你叫我什么呀？我是你姥爷，我是你爷爷。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你是院子，你是傻子。咱这戏没法唱，爱唱不唱。你是不是去的老院子？通风报信，怎么了？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，啊，你把这石鼓老爷给放跑了，到时候你才知道。你现在早上起来才告诉我，当老爷的我能不急吗？我能不瞪眼吗？你看着我。撸个撸个蜜啊，行，那我跟你表个态。你什么呀？我错了，现在道歉都这么倔强了吗？啊，你要把我怎样？告诉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
你要记着，你这个不要有动作，肢体语言全不要，你要有心理的。什么心理活动？你好比说，我是老爷，你是奴才啊。主子发威，奴才撒岁。奴才撒岁，对，是真尿吗？不是。得注意卫生啊！就是说您这个心态，我一吹胡子瞪眼，您就害怕了，全身颤抖，如鸡奔碎泥一般。好比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，您都得钻进去。好，我知道。你干嘛呢？你不让真尿，我得挡着点吗？我以为你要炒菜呢。老爷发威，奴才撒虽。对，撒虽不是真尿，多新鲜呢！它是一种心理活动。哎，对，好比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是喽。磕头如鸡奔碎米，对，地上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，是这意思。就叫那种体似筛糠，那抖功，那种心找地方动。瞧我了，没问题吧？来，放心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好嘞。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他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啊。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儿。这是我出的一首单曲啊。哎呦，有心了，有心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你站在花里边绷得跟遗像似的，干嘛？吓我一跳啊！你这样没办法，这样好点了吧？谢谢啊！你绷着吧，你我不绷，我不绷，没头发送有头发的。来，你绷着，到时候有。哎，别说，还真的很像，真是有心了啊！哎，你别说，这画也挺像。哎，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很想某人，我最想见的某人，我最想念的某人，其实我并不否认你逼留沉默眼神。好，谢谢大伙儿啊。再唱一个啊。其实我们德云社来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。刚才小娟呢，就是我的代表作，代表作之一。对，出了一首单曲，大伙可以听听张鹤伦的小娟，还是不错的啊。还包括月哥也有自己的代表作。月哥的。对对，那个啊，都好不好意思唱。确实，现在这歌，我月哥自己都不敢张嘴，现在啊，他也觉得丢人。没听见说，对的，时间太久了。对，还有辫儿哥哥的代表作，桃叶那肩上肩，柳叶它遮满了天，在其位这个明阿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。有一个宋老三呐、啊，对对，嘿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哎，年长到一十六啊，娶了个乳名。儿姑娘叫大莲呐、啊，太阳要落下山，秋虫儿闹声喧，日思夜想的来到了我的门前呐、啊，月下了今晚这三更来相会呀、啊，大莲儿我羞答答。低头无话言呐、啊，秋雨那下连绵，双江那清水河，好一对多情的人，双双就跳下了河呀！你死啊，你死都是为了我呀，变成了小曲儿。来探清水河、哎，这是小辫的代表作。对啊，我师傅也有代表作呀。郭老师很多代表作呢。师傅的叫小帆，叫，对不对？哦，看来今天就是今天了。对了，我相信大伙都听过叫小帆啊。我听过很多年，我初听还穿尿不湿，现在也是尿不尽。就是个小龙虾。你不是初听还没得痛风，现在也是尿钻石。初听没痛风，再听有尿钻。来，叫小哥，你真要唱啊？哎呦喂，别染了，不拿点真能耐吗？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我给您搭个腔。叫小哥，您受累了。来，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抱着庆甜叫小。娟儿啊，谢谢大伙啊。待会儿爬去别走，是啊，都愿意唱，我也是愿意唱。现在、啊、唱什么小歌小戏小曲小调的呀、啊、也都喜欢听这、那个赵华台人喊的，咿呀嘛更儿哩呀，月的影儿赵华台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搬不上来哟，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呀，但愿得鸾凤早早配合谢爱爱爱爱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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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等那也不来，右等那也不来，唐伯虎对明月，止不住的好伤怀呀，没人哎
就像爱勾了魂的女裙钗。小曲儿到花台，画扇面是吧？来，这一副扇面儿塞北风高啊，王昭君出塞娘娘泪双抛，怀抱琵琶将则恨呐，勾践则恨杜潇偷了我的汉堡包啊，诅咒你这辈子那么头上不长毛啊。这是唱王昭君的吗？这个是你这都不耐着耐着争不过你们，还想听什么？来，情歌的走过来呀、情歌的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脚步的地要轻轻地迈。你哪里去吃酒啊？哪里去打牌？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呀？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呀！情歌来，还有什么？今天十八摸的请出去啊！这是老观众楼是吧？啊，鼓楼。我是个沉默不语的，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。当107路再次经过，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。我站在什刹海边，一切繁华与我无关。这是个拥挤的地方，而我却很孤单。什么？什么？可能怎么着啊？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面的毒蛇多，我怕咬了妹妹的脚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坐那公交车，公交里边的坏人多，我怕妹妹被他们摸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你就从那梦里来，梦里只有你和我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哥哥给你唱支歌。什么歌？歌的名字叫十八摸。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，我唱一个党亮吧。好，耳边相听的人马朝，拨挽君臣望风涛，回不该辕门来发笑，回不该玉泽把香儿烧，有一位古人比得好，谁比关公哪国比奸曹，俺比关那公是难那比，他比那奸曹不差分那好，关公犯罪刘备呀报，豪杰犯罪怎能饶，人来回应速去报，你就说康老爷我放了虎脚，七星剑把头削，一腔热血洒正了跑，好汉英雄辜负了汉
把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高，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。不错不错，你跟你说，但凡身上少一两肉，我都唱不出这嗓音来。还是一貔貅，真的。武家坡是吧？武家坡来两句啊。一夕当年泪不干，彩楼绣球配良缘，平归降了红宗战，唐王讨封我杜甫官，西凉国遭了反，弟弟扶上殿把本参，逼我披挂到阵前，扯散鸳鸯天过一边，黄沙起烽烟漫，到后来我翻榜家坐在银安，那一日兵同大雁掀落山，才知道三姐受傲剑。我的妻榜是宝船，可怜你守在寒窑，可怜你孤孤单单，苦尽我血难平归整整18年呢。我的妻榜是宝船，我不该心急一斗，我不该口吐轻言，落得个忘恩负义，宛如欺了天哪、待我将这一事八载从头说一番，苦练我学平难，昼夜回家赶，只为夫妻两团圆。家伙，哎呀，这么着吧，唱一个结尾，来一个自己的一个说唱吧，好吧，表达你的心声。哦，你会 B-box 吗？我不会。根本交不了，又有的钱都没有，又什么的那个。其实我懂那个，对，我是 rapper。哦，你叫我 rapper， 我干过 rapper。哦，好。行了，你们不要那么猥琐的笑了。来着来着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他们嫉妒本色的演员对我都是羡慕嫉妒恨，他们只能对我的内容去评价，我的包袱把他们都凌驾，所有的技巧我都用到，他们只剩台上的自我介绍，他们弱爆了。还有吗？都说上一场的节目实力太强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这西瓜太郎，他们的段子可以说是法力无边，上台以后我的包袱就是无法无天。第一季的作品我没有拿过第一，但是已经奠定了节目质量的地基。第二季的作品每一句都很用心，因为我的目标是那一季的总冠军。我这人性格倔强，从来不信命，也从来不在乎什么黑幕内定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相声实力过硬，我一开口就赢了尘埃落定。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reestyle，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你给我的叫叫叫。还有吗？大半年了没见你们，心里甚是想念，站在舞台之上要说不想那是一种欺骗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真的不是传言，不能演出我们也是真的没法挣钱。在台上玩说唱这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想告诉大家我一直都很努力，展示一点新的东西，拉近咱们的距离，让你们感觉这样的贺伦并没有太过气。我不是你的姐姐，我不会乘风破浪，站在舞台之上我只会说学逗唱，没有资深背景不能扶摇直上，更没有儿童爱读蠢读那么高的情商，我只能告诉自己必须要天天向上，成为他们的榜样，都拿我当偶像，说出张贺伦三个字都异常响亮，张贺伦你很棒，你的未来光芒万丈。这样把演员都请上来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，都不来了，我以为他们赶地铁去了呢。演员都请上来，然后咱就介绍一下啊。这叫马肖胜，马肖胜，申理员，高小贝，侯小楼，宋浩然，于小怀，这。
这是我们德云社来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。现在里边来说，我们其实一边帅，但是来说人家，赶紧下一个节目，快点。他们的年纪比我年轻那么一奶奶，但是人家这是确实啊，现在来加以时日必成大器。因为德云社来说嘛，现在是属于我们朝气蓬勃，对，我们属于中年演员了，这是我青年演员，所以说未来都是他们的，是，德云社早晚回来，早晚再演。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啊！这样吧，来来，那个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啊，来一首我的歌曲啊，叫《给自己的歌》，来一首，放一首，来，易烊老师 ，music。易烊老师下班了，赶地铁去了。给我个手持。